哎，刚才说到亲戚，以前小时候去阿嬷家都是堂哥、堂兄弟姐妹陪我玩哎。我也是哎，因为大家年龄相仿，所以小时候都会玩成一片哎。对啊，真好怀念哦。不过现在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做，见面时间越来越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都还记得那段美好的时光，长大以后再一起去体验新的事物。没错没错，说到体验新的事物，还记得我小时候不敢吃瓦萨米，我现在敢了。瓦萨米，你是说山葵吗？山葵，请有色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我是山葵康复，那我们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里看绿林的表演，然后也在这边预祝绿林二八的二八年华射星大成功，谢谢。谢谢山葵康复。哎，我刚才讲了，我体验新的事物，换你讲啦。我想一下哦，啊，有了！我以前都不敢搭游乐园那些很高的游乐设施哎，啊，我现在都敢了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刚突然想到，我表哥找我下礼拜去游乐园玩哎，很高，刚刚，高刚，请有色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想要每天陪伴在你的身边。每一个美好画面都记得那一天，无论天气怎样，偷偷的在改变，而我的心愿就在瞬间的一瞬间。不用担心我们相隔有多遥远，想念会翻山越岭，总不曾有期限。五六七八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高刚康复。祝二八年华一切顺利，然后加油！红衣又加油！谢谢高刚康复。哎，对了，你最喜欢什么游乐设施啊？我最喜欢一丹那个新建造的21层楼摩天轮。摩天轮新建造，轮新，请有色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好，手一，好，手二。想给你惊喜，想给你惊喜，想给你许下我们的约定，想给你好心情。我就喜欢你，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在一起我们就比个心。五六七八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轮心康复。那这边轮心预祝绿林社庆二八年华大成功！哇！谢谢轮心康复。哎，听说当天还有精彩游行哎，游行车上有超级多七彩霓虹灯。有红色、橘色、蓝色、绿色，还有超级多，真的很漂亮哎！霓虹灯，红色、绿色、红绿灯，请有色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
生康复。祝绿林社庆二八年华大成功！哦谢谢红绿灯康复，真假的、啊？我最喜欢看游行了，好期待下礼拜三的到来哦！我一定要看那些啦啦队辣妹跳舞。礼拜三，啦啦队，啦啦啦三，请有色从右手边上台，左手边下台。大家好，我是拉拉三公，然后祝0303绿林社庆二八年华大成功，然后我们社庆在04/07一定要来哦。谢谢。谢谢拉拉三康复。哎，既然我下礼拜要去看辣妹跳舞，那我先去练习好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跑得快了吧？